姆伯姆士打救亚士气数将尽，近多个月来一直陷入财困的亚士要不断筹钱去出粮给员工和缴交牌费，咁辛苦都是希望可以等到白姆士出现，到时就一天都光晒了。不过亚士主要大股东王晶接受内地媒体访问时坦承，最后一个白姆士在上个礼拜六已经正式回绝了出资拯救亚士。王晶认为亚视气数已尽，并指亚视很可能将会在今个月底关闭。 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